好啦，各位，我而家咧就行紧落去湾仔修顿。咁啊，谂住因为啱啱收到风咧，这个民阵咧就开始个龙头咧，就喺依一个嘅维多利亚公园咧准备出发啦。咁啊，而家咧我就喺中环俾大家睇睇个现场先啦。好啦，睇唔睇到两面有两只死黑警喺度啊？系啦，嗱，依有两只死黑警。咁你跟住咧，皇后大道中，啊，依个唔系 ，sorry， 依个系德辅道中嚟嘅。啊，德辅道依度又有两只死黑警喺依边啦，三只添。OK， 咁然后跟住呢度一排警狗嘅黑车就喺捻晒度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佢已经一早咧暴捻处咗咧，就系惊啲捻样咧走出嚟咧就系、堵路啊。又系好似我哋之前喺立捻十的香港政府里面咧，就系讲过咧，佢哋而家咧冚家铲咧未出发先兴奋啊，一早咧就屌呢老尾走捻咗出嚟咧，喺啲地方里面咧就摆捻咗喺度。咁啊无他嘅，你可以讲话佢哋系即系去執法啦。啊！早啲出嚟防止人哋堵路啊，阻塞交通啊！實情依晚冚家產咧，就一早出嚟咧就 R O T 啦。嗱，啱啱走件 T B， 屌你老尾！啊，幾撚多車喺嗰度咧？嚟見一見得到啊！一路有，全部咧出撚曬嚟啦。咁咪今日啲 O T 嘅用啦。啱啱咧就有一個姐姐咧就同我講，佢話咧。再者問我仲唔出發嘅，咁我早啲喺依度行落去睇翻依邊嘅情況，因為我哋嘅終點應該係海丁堡定係遮打？遮打嗰邊啊？遮打嗰邊，咁睇下佢中環嘅情況點。但係一睇睇下咧，中環咧就已經係行撚曬重兵喺度啦。咁啊咁早出嚟咧，咁啊即係當然又早啲 O T 啦。依啲車全撚部都係 C I D 嚟噶，全撚部都係 C I D 嚟噶啊！一排車。兩旁全部咧就行曬喺依個德輔道中，依個德榮大甲嘅側邊，即係環球廣場冇幾遠啦。咁佢嘅慎防咧，有示威者咧早咗嚟到依度咧，就係封路障嚇，堵塞交通嘅。咁佢哋已經開始咧，而家改咗策略，自依個死黑警鄧炳強上任嚟，而家佢又改緊咗策略，佢哋會一早出撚咗嚟啦。咁啊，啱啱嗰個姐姐同我講話，如果你拍撚到佢哋。影佢哋咁撚早出嚟啊！話係啊，班撚樣 ROT 啊！咁佢哋咧就話：哎呀，屌你老尾！就而香港政府都冇揾曬錢啊！你呃幾撚多 OT 啊？邊撚個俾你啊？中共俾你啦，冚家產咁撚樣咁啊！咁啊，睇下先。有啱啱有個 Daisy 話見到我喎啊！咁啊，跟住咧，而家有啱啱阿梁咧就話喺依一個嘅中央圖書館咧就已經咧係開始行緊啦。咁我哋會小心啲㗎，大家會放心。咁我哋就會一直喺度行落去啦，睇下佢究竟有幾多警察喺中環呢邊部署啦。我調翻翻轉嚟行啦嚇。咁我就會希望喺灣仔修頓裏面咧就匯合咗佢哋嘅龍頭啊。咁大家可以睇到幾多個警，大家睇下。成個中環街市嗰度咧就已經係行曬啲車㗎啦。咁啊，我再落去金鐘啊，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差人喺度附近一直沿住落去。我第一個關卡咧，我喺西營盤水坑口街嗰度過嚟嘅。咁啊，依係我第一點見到有咁多差人喺度嘅第一個盤據點。咁啊，唔知道前面仲會唔會再有？咁我諗今日咧，佢哋都會一早出咗嚟噶啦嚇。咁啊嗱，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嚇。咁啊戴口罩啦啊，咁同埋就係大家就係、是。帶多件衫替換啦，如果而家未出嚟嘅，即係唔知佢哋會唔會出水炮車啦。咁啊，因為如果天氣凍咧，濕咗個身咧，就會有低温症啊。咁呢個就即係希望大家注意自己個安全同埋保暖呢一樣嘢啦。咁啊，當然我又唔係好怕凍嘅人嚟啦。咁啊，但係你見街裏邊啲個個都著緊曬羽絨咁樣，我都覺得奇怪，點解日十幾度嘅天氣都著羽絨咁？但係大家體質唔同咁啊，都要注意呢個保温。尤其是濕咗身咧，其實都會頭痕嘅。咁我頭先亦都沿路咧，就見到好多嘅家長咧，都帶埋個小朋友咧，就同我打招呼咧，就開始都會落嚟啦嚇。咁啊，如果有小朋友出街嘅老友記咧，咁啊記得亦都係啊，注意小朋友嘅人身安全啦。咁啊如果要嚇、出嚟行咧，記得咧就諗定一個退路先。嗱，而家中環咧電車係停鳩曬噶啦。冇撚曬電車㗎啦，嚇！唔見咗有電車㗎啦。
街道上面咧係好少人噶，成個中環係冇乜人噶嚇。Hello， 啊 ，LA 嘅朋友你好。咁啊，而家中環上面咧就係、是、外佣啊出嚟放假就比較多嚇，咁啊未見有好多嘅香港人喺度，即係全部都係外佣嚟嚇，又或者依啲嘅巴基斯坦裔啊、南亞裔嘅人多嚇、啊，外佣比較多。咁大家記住啦嚇，出嚟咧記得諗定撤退路線嚇，即係唔係鑊講玩嘅。一間一有啲而家已經知道依個地方咧已經有車喺度啦，而家佢嘅部署咧好容易咧就截咗一啲嘅退路喎，或者係封咗一啲嘅路。咁啊香港區嘅老友記，東區又點樣走啊嚇？去西嗰邊嘅同事朋友又點樣走啊？咁大家要諗定啊嚇，即係要諗一啲嘅路線。我唔知道堅尼地道嗰邊佢會唔會又封咗？咁啊，系大家加油啦嚇、啊、！OK， 咁啊，暫時去到中環依節咧，就是、未見有其他嘅警車嘅部署。嗱、啊，開始見到大家前面已經係封路噶啦、啊，中環開始已經係封路噶啦。維園已經出發，我知道我收咗風，咁我就諗住喺個中間嘅路線落去匯合啲人流嘅。啊，咁啊，大家前見得到啦，前面。銀行街嗰邊渣打啊、中銀啊、匯豐嗰路咧已經係封咗路啦。OK， 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應間咧，我相信咧係上唔過唔到依、這個遮打花園依一個位噶啦。啊金啊金鐘有防暴添啊 ，OK 啊，咁啊金鐘啊已經有防暴添啊，即係換句話講咧，佢截咗幾重個間框。其實在灣仔啲打落咧，警察總部嗰度咧，我覺得差唔多喎，係啊，咁我哋會小心啊。嗱，睇下大家睇到前面啦，前面已經係封咗路啊。咁我再落去金鐘嗰邊睇睇嗰個情況會係點。咁我會咧喺依個度一直行到落去金鐘嘅嚇。OK， 咁大家可以跟住我依一個睇翻，調翻翻轉頭。睇下，先睇咗，我哋相信差人係會用一個 preemptive 嘅 movement 咧，就會封一啲嘅路嚇、啊。哦，咁啊，一扎飛龍已經係佔據咗中環啦，已經喺嗰度。OK， 咁依度亦都做咗封鎖線啦，依一條街。好啊。OK。咁我會落去金鐘睇睇金鐘嘅情況會係點。OK， 我去一出去依一个嘅如果大厦嗰边睇睇啊，啊，咁啊海外嘅老友咁啊，你 join 唔到我哋咁啊，当然冇办法啦，咁啊大家吓都了解嘅，咁啊香港嘅朋友如果未出嚟嘅，即系踊跃啲，唔好俾个人数啊减少咗吓、啊，即系 hello 坏声。聽日咧，屌你老味，臨病又開記招，又話：香港嘅人啊，即係而家平靜咗啦，唔係咁樣多嚇、啊反對嘅聲音啊，少忍咗抗爭啊，唔好俾一個咁嘅信息佢哋，屌你老味大肆宣傳，我哋屌你老味唔撚妥佢，係緊噶啦，啊，因為全部都仲係啲菲律賓同埋南亞人 ，OK。銅鑼灣網絡塞車的意思點解啊？係咪銅鑼灣嘅人上唔到網？係咪銅鑼灣嘅人上唔到網咧？你嘅意思係？好，出邊依條咧？啊，因為有差人啦，我黑警啦，係啦。文華酒店對外咧就已經有一條長嘅差人嘅長龍噶啦。文化酒店對外，怡和大廈，你睇下，睇唔睇啊 ？OK， 嗱，依邊亦都係有部署啦，係嘛 ？IFC 都有，我話 IFC 對開，即係近碼頭嗰邊都有嘅，咁呢度全部都一連串嘅部署喺曬度啦。咁啊，仍然啲南亞人喺度做生意啦。OK，
哇，有四架，四架冲锋车，四架冲锋车喺文化酒店对外。OK， 咁当然啦，我一把年纪，我会醒爬噶啦，做咗咁样多年人，识走位噶，大家放心啦，吓、啊，即系我会小心噶啦、啊，大家可以睇到啦，嗱、啊，头先就喺德辅道中啦，系有大队嘅差人啦，呢个又有啦，系封咗雪藏街啦，你唔知系悼念张国荣喎，佢哋喺度，啊，成个文化酒店大家都睇到。OK， 好啦，前面又有，前面又有速龙添。亦有鬼头大队指挥官啦，呢个系好啦。咁啊，中环咧就行紧咗重兵噶啦，已经吓。即系换句话讲咧，喺德辅道中同埋呢一个嘅怡和大厦对开咧，有大量警察，有大量警察喺度。好啦，前面又有黑警，趁呢一个嘅遮打花园对开，正总对外系有大量黑警。咁大家都知道猜，即系我尽量做一个 scouting 嘅动作啦，即系士勾蛋蛋啦，我帮你做前锋，走去后而家嘅后边咧，睇有几多差人。咁大家知道啊，如果上嚟而家情况之后咧，你会见到有几多个黑警啊，系聚集咗喺中环嗰度。有些沒有畫面是不關我的問題，是你自己的網絡的問題，撈不及手足，或者你部電腦未 update 及。好了，現在在以前香港會的位置呢，有大量的警人，有大量的黑警，好撚多啊，屌你，轉進去和平紀念碑那裡。好了，大家看到嗎？好撚多差人啊！依、這个位置咧就系、是、以前英雄本色啊，豪哥同埋阿妈哥买出场粉个位置嗰度，有好撚多差人已经系聚集咗喺依度。OK， 好啊，大家可以睇得到中环嘅黑警嘅布防系点样样吓。OK， 我而家会入翻去金钟嗰边啊，外围嗰边你已经见得到啦，即系依个近警总。係近正總外圍咧，同埋依一個嘅天馬艦嘅解放軍基地嗰度咧，已經有大量嘅差人噶啦。好啦，順帶一提咧，依度咧係和平紀念碑啦。今日12月8日咧，就係依一個嘅香港保衛戰啊，嚇1941年啊，即係講緊。78年前嘅香港保卫战嘅第一日，咁啊好多嘅英勇嘅英国士兵啦、加拿大人啦、印度人啦、本土人啦，就系、是、捍卫我哋香港嘅自由咧，就喺呢一日咧就同日本仔咧就开始即系日本皇军咧进行决战，就系、是、打咗1年18日嘅香港保卫战吓、啊，就系、是、今日就开始正式开始啦。你好啊，你好，小心啲好啦，警察前面。OK， 好，好啦，今日嘅香港保卫战啊，依家就屌有咩用啊？买咗七人车啦，冚家铲，好捻多。好，我而家行翻入去金钟方向先。我会喺高等法院嗰度影翻出去，睇下究竟出边再有冇嗱，连续已经有三关，唔止三关啊，四关啊，四关差人喺度，四关差人喺度啊，已经。即是整个中环是暴重差人还有这个 IFC， 是吧，暴重差人在这里。大家将我的片 share 出去，等大家知道呢警察班冚家铲的部署在哪里。帮我的片 share 出去，等大家知道呢黑警在中环什么地方部署了，大家应该可以小心一点知道他们的大概的位置。
OK， 八人档帮我 share 出去，个标题就写住128大游行，黑警中环部署地标。OK， 好啦，我而家出翻依，我去一去，系啊，依个系遮下嗰度。咁大家記得嚇，將係啦，嗱，依度又有啦 ，OK， 有一系列喺遮打出嚟，我依家入去遮打睇睇先，好啊。依度你老尾咁撚靚仔，冇乜撚嘢面啫，班柒頭，俾人睇下你個真樣啊，閪人。圍院就太多人，我亦都唔建議大家係入去嘅。嗱，屌你老尾，睇咪睇到啊？係啦，幾撚多黑警喺遮打花園。全部都是在遮打花園行緊咗啦，都差人喺度啦，已經有女警，全部蒙面，天氣冷啊，身體虧啊。以前的和記大廈嗰個位亦都有部署啦，嚇企緊曬喺度。好啦，記得將我條片 share 出嚟，俾人知道黑警喺咩地方啊 ？OK。咁啊，和記大廈亦都係有黑警嘅。和記大廈係地盤啦，喺前後亦都有黑警喺度啊。而家我去到遮打花園，遮打花園呢邊嘅方向咧，前面嗰兩個係咪都係黑警嚟噶？前面有我著背心嘅，應該係 secure 嚟嘅。啊！呢兩個應該是市政局啲人嚟，係嘛？食環狗定咩嚟啊？咩嚟噶？警察？唔撚知咩撚嘢？不過唔係差佬。好啊！我而家落到去美國大使館嘅方向，咁啊，我睇下依邊又會有冇布防先。嗱，依邊已經係封撚曬路噶啦。OK， 依边系已经封紧细路啦。咁啊，大家记住啊，将条片我一阵间咧，我行到落去，太古广场咧，嗱有差佬封紧咗上花园道，封紧咗美国大使馆、City Bank 同埋中银侧边嗰度啦，已经有差人啦。根本就系佢就系想做一早出嚟咧，嗱依就孭紧晒旗啲护旗手嚟嘅，好啊。他們的活動範圍就會在這個美國銀行中心直左左左，這些過不到，行這邊過那邊易一點，是啊，這些呢、那個心口掛藍色呢可能是特別警察來的，他們這麼早出來呢，今天的 OT 又禁計了，今晚屌你新中年代知他老母臭閪，是不是又屈我們香港人錢啦。好啊，楼上又有差人啦。好 ，OK， 咁大家可以了解到中环嘅位置，呢班撚样佢系部署差人嘅方位系边撚度啦。记得 share 出去 ，tag 住128大游行，中环黑警布防地标。OK， 帮帮手 share 出去啊，128大游行。黑警中環部署地標 ，OK， 咁你見得到啊？成個中環咧，其實已經係守緊到嚴曬噶啦。咁啊，即係佢一早出咗嚟咧，就係慎防咧示威者咧，就趁佢哋未嚟嗰陣時咧，就會設路障，咁變咗佢可以提早衝出嚟嚇，噴胡椒噴霧，射出雷彈，同埋就係驅散人群嘅。咁所以大家切勿要小心，切勿要小心。同埋咧依家咧希望各位咧喺斗策指導之下嘅地點行，咁啊 ，otherwise 咧，依班撚樣咧就知道今日和理非大遊行咧，就係趁咧一有少少嘅個別嘅一啲人咧，就係冇跟斗策嘅指示之下咧，佢就會衝出嚟就射嘢啦，嚇又好撚渣，佢哋早泄精嚟噶，屌喺度尾 hold 唔撚住啊，即刻又噴噶啦。OK。目前去到金鐘的力保中心，就未見依邊有布防，未見依邊有布防。
咁啊，重複一次啦，就係、是、中環近恒生銀行就已經有大量黑警布防 ，IFC 有大量黑警布防，依、這、一個嘅Mandarin Oriental 有大量布防，亦都係有一個死肥狗屋嘅鬼佬做 commander 嘅。咁啊，去到遮打花園依、這個嘅近以前 Hong Kong 級嘅位置，亦都有大量嘅黑警布防。和記大廈有大量嘅黑警布防。花園路口去美國領事館天橋位置，亦都有黑警布防。妖你個老母！你乜撚嘢？你個撚樣叫乜撚嘢啊？車英兵啊！你個撚樣，改個正經啲嘅名啦！屌你老母，狗名咁撚樣，何人喺度吠？冚家產，你邊度地點啊？撚樣 ，fuck you，go fuck yourself，OK？、Okay？ 屌你老母！喺你啲咁嘅低等南亞，屌你老母低等國家、低等民族，做二三等公民喺度嘈，邊度你講嘢啊？食物鏈低層 ，low life。重用兵，屌你老母啊！屌你老母，改咁嘅怪名，屌狗名都好听过你啊！屌你叫旺财啦，柒头。好，而家去到高等法院对落金钟廊位置。OK， 金鐘廊位置，咁呢度咧就應該就封撚咗路啦。咁就我相信咧，一間最後嘅位置都係去撚到依一個位嘅啫。再去前推進咧就有啲困難噶啦。咁啊，嚇、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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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上鏡住，直播緊。你好，你好，你好，你喺邊度上嚟啊？你哋？我喺灣仔出。灣仔有冇差佬？有啊，好撚多啊！地鐵站裏邊係喺地鐵站裏邊，地鐵站唔係橋，地鐵站唔係橋。我鬧 ，OK， 我鬧佢死撲街。係啊，前面就幾笪地方都有好多好多噶。封咗警總嗰個橋，唔俾記者上。OK， 好好。唔俾記者影。OK， 係啊。咁你小心啲。OK， 小心啲嚇。好，拜拜。OK。咁啊，灣仔亦都係地鐵站裏邊咧，就喺個地底裏邊咧，點解唔撚見得光啊？冚家產咪轉地咯，屌啲土撥鼠！你班咁嘅黑警，狗都不能如做土撥鼠。好啦，而家就係金鐘啦。咁就而家個位置咧，就條路就已經封咗啦。咁啊，好多途人咧就出咗嚟喺依個位置聚集。咁就開始就行翻落去灣仔度，因為我都知道啦，收音機又好，或者其他嘅媒體都好咧，圍院已經係聚咗好多人喺度噶啦。咁啊，擠入去圍院咧，你今晚出嚟食宵夜啦，屌係嘛，即係好多人嘅。咁啊，變咗我哋會聚喺個街頭裏邊等佢哋上嚟嘅嚇。咁啊，大家嚇、啊、希望如果你哋今日嚇、啊、都可以 join。大隊啦嚇，出嚟砌下人頭啦，啊唔好話即係人數少咗，啊起碼都有翻50,000，起碼最好係100,000啦。咁但係我估計咧，希望有500,000嘅人今日會出嚟嚇，咁啊即係聚翻個人氣嚇、啊，即係唔好俾政府知道，亦都唔好俾一個嘅感覺就係屌你俾區議會大捷咗之後，大家就以為屌你有冇贏撚咗未撚贏啊？啱啱開始啊，屌你，係啊，好啦。呢度就已經開始聚喺金鐘啦，有好多背囊，有唔撚知乜撚嘢人嚟嘅呢啲，係啊，呢啲真係唔撚知咩人嚟，咁啊，慎防嗰啲休班警察啦，大家嚇，係嘛？睇個樣又似大陸人啊，即係 OK 嚇。好啦，而家開始見到咧，循道衞理行上嚟咧，已經黑壓壓，好撚多人噶啦。循道衞理嗰度已經係好撚多人啦。警總對開嗰條天橋咧，頭先個姐姐同我講咧，就係唔撚準傳媒上去噶啦，佢封撚咗嗰條橋噶啦。咁我好快咧，就應該見到好多人流啊。
OK。Over 1 million 就最理想啦，起碼都有翻一百萬人啦，係咪啊？係咪咁講先？妖，我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我就成日覺得今次嘅對抗咧，冇外國勢力咧就好難搞嘅。咁啊，應該而家個做法咧就係好撚多嘅國家咧都聯合埋一齊啦。咁啊，韓國仔咧、炮仔仔咧就應該出年嘅月頭咧。一月頭咧就會動議過依一個嘅香港嘅人權法嘅，咁啊日本亦都會係，咁啊啱啱啊黃啟超條撚樣就戇鳩鳩鼠撚入去維園去草地，咁我唔會喺草地啦，超哥我做直播啊，匿喺草地做乜撚嘢啫？出嚟啦，屌你啊！你老母條賓州就 fake 噶，冚家產，充冤兵。你老母是男人嚟噶，你知唔捻知啊？你执翻嚟噶，屌你老母！你仲要系屌你老母，你都唔捻知，你阿妈好捻贱，屌狗生捻咗出嚟弃养，屌你老母孤儿院，你个假老母执你翻嚟嘅仆街 ，fake！ 好啦，依度开始有啲人咧就开始聚喺个街头 hea 紧啦。亦都開始見到有 press 咧喺統一中心外圍，統一中心外圍咧就聚集咗啦嚇。OK， 咁啊亦都有醫療隊喺 Pacific Place 出邊咧就係駐扎咗，以備不時之需啦。做咩啊？黑警啊！哇！好撚多黑警啊！好，喺唔喺度啊 ？OK， 咁啊，依度已經有落地嘅防暴警察上緊曬盾牌，喺依個統一中心金鐘地鐵站外圍嗰度咧，就係依一個嘅政總外邊咧，就係部署咗。邊條柱啊？哦，哇！唔係嗰啲 medic 嚟噶。medic 嚟噶 ，medic 嚟噶 ，pass 嚟噶，咁啊已經喺出邊咧，依個位置咧亦都有幾人咗喺度啦。咁如果一間想堵依個位置咧，其實亦都係佢哋已經封鳩曬啦。咁其實基本上個 tactic 就係佢一早就係封撚曬你可以霸佔嘅路面，唔撚俾示威者咧一間做任何嘅路面上面嘅堵塞嘅。OK。咁啊！而家再多一點就係統一中心外圍，亦都有黑警布防。好，好啦，好，我而家正落去依一個嘅循道衛理方向。點解啲人咁撚賤嘅？咁衝遠兵，衝出嚟俾人屌老母！你老母夠賤㗎啦！屌你老母，俾狗屌，殺你個雜種，你個撚樣仲撲出嚟俾人狂屌，做人做你咁撚賤，做乜撚嘢啫？好啊，依條石頭戇鳩鳩走緊咗嚟，你點樣想走啊？啊？前面好啊！咁啊，我會建議大家如果想 join 咧。在金鐘站出嚟咧，其實即係仲 OK 嘅。我相信遲多半粒鐘咧，灣仔站咧又一直係而家已經有好多黑警喺嗰度啦。咁啊，大家小心啊！咁啊 ，Star Fox 咧亦都係今日唔開門嘅 ，Star Fox 係冇開門嘅。哇！叔唔有型喎，屌諗住金絲啤酒。好啦，我會入一入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西咧，我睇佢班撚樣會唔會喺度布防先？屌！皇后大道西係我撤退嘅路線嚟嘅，屌佢俾人封撚咗，我唔知去邊。好啦，警總外邊嗰條天橋咧，天橋上面咧係好撚多黑警啊！
大家可以睇到啊，條橋上面咧係全部黑警，咁佢喺個居高臨下嘅位置咧 ，in case 有啲咩咧，佢射彈咧係好撚難搞嘅。好啦，另外就係正義道上對外咧，依、這個係有救援站嘅，有 First A 嘅 FA 站嘅。即係二車，即係二車 C 啩。咁我今日喺度好多謝一個嘅會友啦，今日喺教堂見到我，第一時間就兑咗啲錢俾我嚇，咁 支持 MHK 啦，我喺度多謝你先。嗱、啊，條橋咧，呢條橋封咗噶啦，唔俾上。條橋上邊咧就係、是、全部企曬黑警。OK， 即係依個金鐘嘅防空洞大佛口位置嘅行人天橋上邊。上面布防了大概十松呢個黑警在上面嘅，啊 ，OK， 咁啊皇后大道西咧就封鳩咗，係啊東係封鳩咗，係啦，封咗啦，咁啊去到依一個星街咧就停咗噶啦，好啦。OK， 咁我去入一入去睇下佢依邊嘅情況係點樣先。你有冇布防喺度升街嘅位置先？佢就封撚咗依度噶啦。咁啊，如果要走咧，我一間可能要喺合和中心鏟上堅尼地道。好啦，條天橋已經有好撚多差人。咁大家都睇到啦，上面咧就好似打大佬咁樣，一關又一關嘅差人咧布防喎，一早就吹撚咗嚟啊！咁你見得到啦，啱啱入嚟嘅網友，我真係可以 recap 俾你睇啦。嗱，過往半年裏面咧，佢哋如果有呢啲嘅和理非遊行咧，其實基本上你一個差佬見唔撚到，一個差佬見唔撚到嘅情況咧，佢其實咧就係特登咧就容許你哋咧就搞大龍鳳，然後跟住咧佢次出嚟咧就搞搞震，就係用暴力清場。而家佢嘅 tactics 咧，唔知係咪因為簽撚咗呢一個嘅Donald Trump 簽撚咗呢一個嘅人權法之後咧，佢早咗出嚟做嘢。咁啊，阻止咗，變咗變相阻止咗 set 路障嘅 possibility， 亦都係因為咁咧，阻緊咗出勤咧，其實佢個 OT 費咧就越嚟越金啦。好，暫時咧依、這個位置近星街嘅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東咧，係暫時咧係安全嘅，係安全嘅。大佛口嘅地位置咧，依度咧。是未見有任何的問題發生的。OK， 咁啲細街咧都未見有差人嘅。好，即係換句話講咧，佢暫時咧，佢喺第一重嘅關卡咧，應該咧就喺依一個嘅灣仔嘅地鐵，係謝飛道都有啊。即是灣仔第一重關卡就是灣仔、保護他們的警察總部先。不用怕，因為有些人應該在玩導賞團、好，我走多一條街呢，我就會回入天這個的循道衛理的方向了。嗱，嚟緊呢個鬼妹好撚得啊，九頭身啊！我相信佢一定係 MIB 追緊嗰啲外星人嚟噶，屌你咪成個型格都唔撚似地球人。合和前面有三輪。好，好啦，合和前面我見到有豬籠車啦。好，我 zoom 俾大家睇睇先啊。好，睇下睇未到。有架豬籠車喺度啦，已經。OK。
即係一間上嚟依度倒街咧，都係有難度噶啦。睇唔睇到？好撚早呢班撚樣出嚟，我懷疑今朝早11点嘅一班撚樣已經係出撚曬嚟。好，一架、兩架、三架、四架、五架、黑警車，再有兩架私家車喺後邊。OK， 大家睇到啦，依排車全部都係黑警喺度布防嘅。如果所料真係大道中，佢班撚樣係布出嚟布防，唔知佢老尾。好啦，一二三，四架私家車，一架巴士，浪費公帑，你老母臭閪！又係你呢個撚樣，求撚其打啲英文字扮識英文，我屌你老母！去工聯會報名學英文啦，吳家產。六七，好啦，好撚多便衣喺度。屌你老母，你嗰啲韓寫英文就掩飾到你低等生物嘅，屌你老母嘅 status 咩？冚家產，種翻落坑渠啦，污糟邋遢，低等動物。係啊，住院病，你老母俾人種出唔認避孕袋啊，所以條街冇遺棄咗避孕袋啊，屌你老母！好啦，呢度見得到啦。皇后大道東136号嘅位置，好啦，我而家要喺 E A 邊嘅地方出嚟，咁大家見到好奇，前面好似係咪仲有差？仲有啊，合和門口都仲有，所以大道東咧係重房嘅，唔好以為大道峰冇重房，其實大道東係好布重房嘅。合和中心門口，好啦，大家見到嗰啲旅遊巴，前面嘅旅遊巴 ，OK， 就係啲黑警駐扎嘅地方嚟啊！好啦，亦都見到架衝鋒車喺前面。咁大家 sort of 知道中環同灣仔嘅警隊嘅部署係咩嘅情況，幫我 share 條 link 出去，俾全世界知道。去修頓嘅醫療街係未見差人。可以出去行嘅。啊？去睇埋呢度先。好，旅遊巴上面應該有大量黑警喺度噶。好啦，合和中心面前咧，應該有嗱，依度一架旅遊巴喺度啦，前面亦都有兩架旅遊巴，不過嗰架係陽明山莊嘅 shuttle bus 嚟嘅，唔關事嘅。有一架 EU 車，唔係有衝鋒車，後面咧有架嘅私家車，應該咧就係便裝啦。而跟住喺湖中大廈外旁咧，亦都有三架豬籠車，四架、五架豬籠車。巴吳家產咧，可能預緊咗呢個大量拘捕示威者都未定。OK， 好啦，合和中心後面有三架嘅私家車咧，我懷疑依啲都係便衣嘅車嚟嘅。誒，依度有一架，係啦，屌你老母，差佬嚟啦，差佬車嚟噶啦，屌你老母，戴緊曬面罩。瞓晏晝，屌你出嚟收 OT 瞓晏晝喎！屌你老母，兩架、三架 ，OK， 跟住又有三架、四架、五架、六架衝鋒車，
在湖中大厦那里。好了，即是湾仔呢其实分三段，有很大量的黑警在皇后大道中部署。好了，这里有六架的冲锋车，大家看到吗？ OK， 好了，我现在去修顿了。啊！屌你老尾，你班撚樣仲喺度買馬，屌你老母臭閪，輸撚死你啊！仆街，屌你老尾依班咁啊人間渣仔，賽馬依一個嘅玩意咧，好難喺香港再可以揾到啲年輕人，因為你一去到嗰、那個長外頭豬站，你見到依扎友仔嗰個嘅形象咧，你就是。不會跟他們屌你咩同樂合污，不會參加賽馬運動啊！因為實在太撚肉夠酸啊！即係所以咧，賽馬係廢老換意咧，係有原因的。好啦，我而家就出緊修頓球場啊！我喺喺修頓球場等個龍頭上嚟，咁我會經過個涼茶鋪。飲碗涼茶先，好撚口渴。屌你老尾，由中環港島路係金鐘，金鐘港島路係灣仔，冇氣啦！屌你老尾。我屌唔撚開，唔撚睇係嘛？冇撚開門。喂、哎，真係冇撚開喎！屌你，雷春陽涼茶唔撚開，點算？冇得飲涼茶。妖你老尾，冇开凉茶铺添，冚家铲，渴卵死啊！好，新纪元咖喱小厨今日休息，不过佢哋都贴卵咗一二八大三八嘅，支持一二八，哦一二九大三八，一二八就游行。佢哋咧，新纪元呢档嘢真系冇卵撑错佢哋噶，真系。咁啊，大家可能会话哇，屌你老尾，嗰啲咖喱猪排好卵贵啊，80蚊碟啊，但系我话俾你听啊，正常人啊。搞貓盡都食唔撚曬啊！啲咁撚大食嘅人，即係如果你兩公婆去撐台，佢話男女朋友拍拖咧，一碟嘅咖喱豬扒飯咧，其實可以兩個人食噶，所以其實好撚抵啊！好，好啦，啱啱就係修頓球場嘅位置啦，而家去咗，好，而家出嚟修頓球場位置，咁啊睇下有冇人流可以上嚟啦。咁啊，啱啱頭先我出發前咧，就去咗麥恩中記，即係近基利文街嗰頭嘅。咁啊，屌呢檔嘢，以後又唔撚使去啦，因為咧藍店嚟嘅。屌你老尾，你嗰個綠面嗰個撚樣，講一口順德話喺度屌鳩啲外佣咧，好撐香港嘅爭取民主。屌你老母，外佣都有良知過你啊！屌你老母。好，我喝杯野果菜水先，唔好講少。炸一炸先。飲唔飲啊？兩碗啦。好。我真係好撚口渴啦，唔撚飲唔得。兩碗係。少少鹽。好 ，OK， 好，兩碗就22蚊。好，咁野個菜水。好，咁啊，冇撚錯，今時今日。仲去跑馬嗰班咁嘅撚樣，唉！世界動盪緊，佢就係掛住紙醉金迷賭錢，望屌嘅老尾買啲咁嘅雞仔豬一朝發達，全撚部都踎撚喺度煲撚住煙，廢老所為。
見撚到咧，香港呢扎人咧最撚好就係屌你嗰個寒流，凍鳩死曬你班吳家產。第一，屌你老母建制派少咁啲鐵票；第二，少撚咁啲低智商嘅藍絲，屌凍撚死班啲班吳家產就啱撚曬嘅。體格又弱，煲煙生肺癌嘅機會率又高，傾家蕩產輸身家，屌你老母死全家。呢扎咁嘅馬迷咧，屌你老母形象低下。好啦，暫時咧，依、這個灣仔咧都仲係未有任何嘢嘅，未見到任何嘢嘅，我未聽到人聲，未聽到乒乒乓乓。天后站啊，閂咗啦，天后站一早閂咗啦。好啦，聽到啲人聲啦，我。呢位外籍女人咧，就應該係啲 press 嚟噶啦。咁啊，婆婆咁凍出嚟賣花啊！啲聖誕花我亦都想買翻。係啊 ，Christmas scatters 啊，好靚喎！但係而家你拎住喎，婆婆依盤幾多錢啊？依盤幾錢啊？$78啊！好似你靚噶，我自己整噶，唔好落皮喎。OK， 我轉你擺到幾點啊？就走噶啦，就咗。我要拎住，好啊，你幫下婆婆，係。唔好落皮啊嚇！唔好落皮啊，即係開花唔好落皮啊嘛。知道知道。哦。好啦。咩婆婆賣花？哎呀，佢嗰啲百合都好靚。咩白色定咩色啊？依個粉紅色嘅。粉紅色㗎，哦。遊行完先啦，下次見到你再買啦。係啊，係啊。你跌咗錢咧後邊啊？係啊。好，咁而家我哋出去出邊先。好啦，聽到人聲啦。啲婆婆咧好撚陰功啊！屌你老母羅志剛啲咁嘅撚樣，仲要cut啲人嘅屌津貼，冚家產！香港政府咁撚多錢就幫啲冚家產死黑警開 OT， 老人家天寒地凍走出嚟賣花，屌你老母執紙皮揾垃圾揾回收，你話呢個冚家產香港政府咪本末倒置？屌你咩全民要反鳩抗佢啦！好啦。好啦，好撚多人出嚟啦！好，依個灣仔地鐵站上邊嘅行天橋有黑警。好撚多人啊！今日軒尼斯道六條行，即係成條行車線應該開曬噶啦。好啦，不過我都係覺得人比較少啊，因為隔離條行車線咧都係未滿噶，係。解散警隊！解散警隊！解散警隊！好啦，我而家會停一停先。
我會 share 依一條，我分開兩條片，唔係條片太長，我會分開兩條片嗱。咁啊，依條片我 recap 啦，就係主要係部署由灣仔到中環裏面嘅警察嘅布防嘅目標嘅。咁大家幫我 share 出去 ，OK？ 唔該曬各位。